我在叫高二的公民部，他就进去啊。他说要不要去当兵？我说好啊，我跟他就这样。大陆回来以后，就是共产党。 姐，好好好，好好好。我不是共产党，我的财富才不要和你分享。你也不是共产党，懂我文章的问题，你们自己去想。 我不是共产党，我的财富才不要和你分享。你也不是共产党，懂我膨胀的问题，你们自己去想。 我是四生子哦，民国28年6月3号出生。因为阮老爸甲阮老母呢，这个离婚嘛，啊，所以阮老爸就根本就无敢做伙啊。啊，恁妈妈足辛苦，恁妈妈主要要安怎饲恁？是阮来向阵是做工课去迄落个，乱做这炭土炭坑啦吼。 啊，就有啥有啥工课啊做，也会做。你是几岁开始读册？9岁啊，10岁。哦，你。啊，向阵都过向阵，这个呢，这个国民都退来台湾了。民国38年以后，再阮才有哪读册。 日本时代向阵呢，要赶，要读册的时呢，向阵就差不多结束啊，大拢无，拢这日语拢无咧教。啊，伫咧小巷内底，敢有需要讲你另外去打工，还是去工作？去工作。譬如讲做啥物？有人说咧，哦，做反正呢。 哦，附近呢，诶，即鱼船啊，真济嘛吼。哦，因那无啊，即即社会鱼啊，啥货呢？哦，阮家拢无得，无得钓鱼啊嘛吼。啊，有个人好人，啊有个人无需要的呢吼。啊，摕出来用，摕出来即，摕转来用啊。你等于去捡了，对啊。对。啊，你上小学毕业了啊。嗯。 迄阵啊，你敢有继续去读初中？有，阮迄阵阮永平呢吼，哦，那样子都样真艰苦啊嘛吼。我伊讲一定爱去读读一下册嘛，啊嘛在初中读3年嘛。迄阵啊，初中爱用课的吼。啊课的对。啊，恁你迄阵啊课条是倒一间初中？就是，去枪毙的是伫。 给人中学啊，给人中学，我是在初中的底下嘛。哦，你初中伫个给人中学的初中部。就初中部啦，啊，现在我就知影咧吼，哦，要共产党即代咧，有共产党咧，吼，去去去去去去去，去互关去，就这个校长嘛。中学党。哎，中学党对啦。 中学党那时候，我就知道有这个事情。
你考到初中迄阵，你就知影。知影啦，啊，向阵呢，伊就拢过清查我对啊，清查了讲有啊，有这代志，做起来的话，啊，这钟浩东的太太嘛，吼，这个李碧仪嘛，吼，哦，我有来说这讲讲，我本来在这学生嘛，哎呦，我你是。啊！你向阵几岁啊？你咧那迄落，你不，讲即讲遐代志啊？你讲你什么时阵去拄着迄落钟浩东伊太太？过这个就是结果，关起转来了后。你关转来了，关转来了去拄着蒋碧玉。对，蒋碧玉为了我看真。啊！伊讲哦，原来你较早读。你也是说，你也是说，你啊，嗯。哎，安尼你算足好读册呢？你考条家人中考，应该是家人迄阵上好的中考嘛，对无？对，嗯。哦，啊则想要呢吼，学电报员嘛。初中三年了后呢，哦，要读电报员嘛吼，电报员爱去台北呢，什么是？训练班嘛，哦，家人，哦，厝下到这个万华安尼吼，去读补习班，去啊迄落电报员嘛。样子呢，定工安尼吼，样子三个同学啦吼，哦，两个三个有两下咯。这一个的馒头呢，三人共计，这过来跟一半呢吼，安尼离了嘛。啊，对啊，最万华呢吼，甲家人车火车站呢，哦，拢要怎招票啦？火车拢招票嘛，哦，拄着这你无去看，你无去，安尼看，安尼伊安尼看假安尼嘛。啊！走出来安尼嘛？对，要省钱啦，对啊。啊，嘛无钱啦，无钱嘛，要根本上都大食饭拢有问题啊咧。啊，迄阵啊，你学费要安怎付？嘛是阮养爸甲老母咧，食起来。嗯。哎，足辛苦。嗯，对。我当问讲，恁养爸主要是咧，伊恁妈妈母也甲恁养爸做伙了，恁养爸工作是咧做啥？伊是福建人嘛吼，做兵嘛是一个，有哪是哪是，有哪是，伊人足古意嘛吼，伊这样子嘛是上校啊中校嘛吼，会带来台湾嘛，哦，带来台湾了后呢。这渔业公司啊，渔业公司是这政府的渔业公司啦，哦，渔管处的渔业公司嘛，佮做这个反正就打工就对啊啦，反正伊个送一个物件，送报纸啊，送啥呢？啊是这个资料啥呢？晒体温的，伊是这样嘛，啊这底下呢，伊若有啥代志？因都找哦，啥代志台顶去处理安尼嘛。头拄仔你讲去放假遐去读迄个训练所，电报员的训练所。你讲读偌久的时间？一年。啊，一年是大部分的时间拢在教啥？我咧教这个在做教电报的代志啊。我无啥清楚，比如讲电报，咱迄阵啊的时阵，较早是滴滴答答答答答滴滴滴滴哦。摩斯密码吗？哎，密码对啊。伊无讲固定讲你哦，你一班落来，三十个、二十个都无一定啦。好像都差不多咧，个二十外个安尼啦，尔。所以，伊个训练班是政府班的嘛？是不是？无个人的。个人班的。个人班的。所以你读。一年的训练了，要摕到执照，敢有爱考试？免考试。
啊，但是是等于是。因内底内底，甲你，甲你拍，甲你啊，他因为我有十三，就没有问题了。所以你我就摕到一张迄、那个。这个对。等于是这脚的对啊。这脚对啊。迄阵啊，有电报员的职照，除了渔船，敢还阁有其他的选择？只有那迄、有迄职照啥呢？会当坐渔船呢？哦，已经是最好的了，根本就无没有再什么选择了，真的是。这渔船啊是个人的船啊啦，哦，啊电报呢？电报机机还啥啥，迄更比总部准呢，伊都做呀，伊都是迄落个，一定都爱有一款的。所以是一号甲二号是大概出去就是两只船。两只船对，一号是正船嘛，二号是副船啦。啊，两条船，两艘船内底，干一个。加你一个电报嘛，对，就是你负责就对啊。对，迄阵呢，无渔船啊，一定爱有总电报员啊，啊无电报员呢，渔船啊人就袂当出去，袂当做工。嗯。你伫咧迄阵啊去年丰一号、二号进前啊，因为你等于是你住家人大汉的嘛，你早期敢捌坐过渔船？就是。就那看了，没有做过。唔捌真正坐过。嘿啦嘿啦。啊，你叫个我，唔捌坐过的人，有个人会晕呢。你坐船敢晕？加减会。加减会，一开始。会一点。啊，以后就习惯了啦。以前那时候的船啊，大小跟这一艘比起来，比这一艘大还比这一艘小？比较大一点点，差不多了。差不多。差不多。所以一艘船上船出海，大概船上可以载多少人？那时候呢，那时候铁船呢、啊，那写是大17个人吧，对吧？17个人。那时候写的。17个人在这艘船上面。在你们那时候的船，但现在就少了，现在就五六个就够了。现在只要五六个人就可以了。对，现在都这些要看。哦。你们那时候渔船出去啊，平均一次啊，出去大概会多久才会回来？10天到14天的，对。那上岸之后大概会休息多久？1天到2天。1天到2天，然后再出去。对。就是这样一直周而复始。对。我以前的渔船呢，没有这么大了。这个小吗？这个，这还可以的。现在这变成烂船了。那条也是。所以跟这一艘比较像吗？差不多。大小呢？大小比较小一点。你说年丰一号、二号比较小一点，是不是？对。就是船的下最下面，最下面下面出对，我发报机，不要这个会危险。就在下面，这边里面，哦。
花豹基野这边，然后还有什么电呢？电都在这里面。船舱里面。船舱里面，对。你民国48年的时阵，伫咧出海的时阵啊，因为雾足大，所以跨越到底是发生什么、发生什么代志？伊时阵安尼吼，讲伊咧，抓无啥船啊嘛吼，应该是无到厦门这边去嘛吼，到这个到这去嘛吼。就是呢，伊阵啊话，伊讲即搭可能有鱼啊，试看嘛，都试啊。伊敢都试呢，啊有好无济呢，啊都伊东西南北搞不清楚啦。这靠个就在大陆迄边啦。所以恁甲恁方向驶唔对了，是敢有直接靠岸靠？你讲去是等于是往厦门的所在吗？对。啊，恁是敢有上岸，还是还未上岸就去哦？因为上岸都没有。啊，就去哦，因的船。对。大陆遐船家。是。大陆发现中呢，哦，要在渔船那里靠近来台地嘛，哦，哦，不是伫外口的嘛。啊，这里因为83在炮前了啊，大陆遐东西是很那个嘛，哦，所以呢，用人家的鱼雷快艇呢，哦，来查嘛，啊，上管的管理呢，所以因等于是甲恁，你讲差不多，因差不多几台快艇过来甲恁。三只啊，甲恁。我那两只。恁两只啊，甲恁安尼等于是，逼等于靠岸了，对啊。对，无逼岸。渔船啊，伊这但是呢，我那渔船啊内底呢，哦，这大陆的船员呢，哦，有向几个船员呢，看你我做停下，到船啊顶嘛吼。伊迄个控制或者即个吼，安怎行安怎迄条嘛，哦，啊，这个鱼雷快艇呢，伫我后壁嘛吼，啊，我伫两只伫外口嘛，在你内底嘛，哦，遐安怎叫即安怎行？无咱向船呢靠近了后呢，船内都弄落迄个。迄个石头嘛，啊，种安尼。伊有甲恁表明伊的身份呢？有。伊讲伊是，我讲伊讲伊是啥物身份？无讲，啊，但是已经知，迄就是大陆的炮艇啊嘛。阮迄船啊，一迈是差不多5迈至6迈嘛，哦，啊，伊的快艇起码超过60迈以上嘛。速度，嘘，是对。啊，所以伊帮恁开，尾啊恁停喺度。平坦啦。平坦。你平坦个，对。停喺平坦。对。平坦迄度，反正就是这个，迄度左，迄度边，迄度边啊啦。哦，迄个无码头嘛，哦，迄次滴，我收拾下个停起就对了。船啊，停的。啊，安尼才要求恁上岸了，对啊。伊说在伊用在上班啊，呢吼。再用在，再伊去，啊，再家己带平潭内底呢，已经有种安排好啊啦，哦，你要安怎大炸拢自动用啊。较早呢，渔船电报员内底有看到这个呢，飞机在飞啦吼，船啊啦，
哦，啊是这个，大陆的这个渔船呐，啊，什么纬度、经度差不多在哪里嘛？哈、哦，啊用这个台湾报告。哦，电波，所以呢，外国的船也好呢，商船也好呢，哦，是什么角北度看到呢？吼、哦。哦，向东啊，向西几度呢？爱随时呢，把这个的资料呢，用警备总部嘛。啊，无你无报，附近的你这船员，你这呢，台湾无报，那就倒霉了。本来呢，警备总部呢，所有这资料呢是袂使予别人知影嘛，哦，啊袂使遗失啦，哦，啊警备总部呢有人说伊会查讲你这物件还有伫咧无啦，有伫咧，哦，这袂使呢，告诉呢，哦，然后大陆做伙也知影呢，哦，这一定就是爱这个甲迄落毁掉了。哎，不能保留了，哦，所以我看到迄个渔船啊，船员大公，我这船啊呢，一块的这船啊，这挖来的时呢，哦，大拢真着急嘛。恁爱甲警备总部拍电报，遐个资料，因大陆尾啊有找到了滴啊？我摕互伊啦。你摕互伊？我去。转来对了后呢，一个鱼雷快艇呢，了后呢，吼、哦，第二天嘛，头一暗呢，吼、哦，了伊就无迄落啊嘛，找像你真大嘛吼、哦，第二天才讲问讲啥原因是安怎嘛，吼、哦，啊，你安怎甲讲？讲有啊。我讲你创啥？我坐渔船啊！啊你啥？你是安怎做渔船啊？那这靠近这大陆安怎？哦，有啥原因？有啥迄落无？有啥物特殊资料啥个？哦，后来呢，开始呢，我就迄落呢，甲国内乡村呢，渔船啊。我只物件咧，就放伫什么所在啦？啊，再尾啊，这嘛尾啊嘛是嘛送去到北京嘛，北京后再搁送转来遮。什么物件送去北京？在电报资料遮个嘛。电报资料，电报资料。啊，无啦，向阵都甲放伫咧电报员内底，电池箱啊内底呢，电池啦。啊，你总共伫咧？大陆遐买啊，住偌久？43天啊。是安怎当啊？找怎？伊本来是敢有要互恁倒来？向阵无。无。向阵无。这段期间，敢有要求你讲写什么自白书啊？还是要求你写什么物件？伫大陆，从来没有。没有。因遐军官要回转来时呢，哦，反正就是卫兵啥个呢，吼、哦，会使说，我一个会使活动啦，啊，其他我无看因啦。其他你较无看着。无看，住伫倒位毋知啦。啊，你讲了后，你若想要运动呢，我运动，我这带你这边走，带你们看啦。两礼拜了后呢，哦，这，比如讲军官这啦吼。倒转来了后，我讲大概样子可能，因为本来要给你们送到这个，从福建的福清嘛哈，送到北京去了。现在政府大概有段时间呢哦，可能不会给你送到北京去了。可能有一段时间到了呢，哦，
有可能要给你送回台湾呢。你是安怎回来？我坐船仔回去啊。但是好多。我家己有坐两只船仔。你就坐两只船仔，啊，敢有迄个鱼雷舰艇敢有护送？无。就恁那。无就就是开。渔船仔呢吼，哦，甲伊带到这个安全的这个所在呢，哦，所以要带转去航线，因才敢迄个按转去咱转去安尼。嗯嗯嗯。哦。啊！恁倒来台湾了，随倒来台湾了，发生啥物代志？就是呢，因为我倒去了后呢，哦，我对我电报会当迄落嘛，用毋是密码啦，密码呢，甲个咧吼，我带这船仔呢，哦，要得家人啊！但是你用明码，你敢有甲讲你去互大陆有扣留？无，向阵去带扣留，向阵就知影。向掠开始呢，移来快点掠去台湾就知影。是安怎？知影遐船仔去互掠去啊！隔壁总部啦，真大人咯，知影要做准备掠人啊！人家在这红色的那个，回来的时候一样是在检查照那边被拦下来，对不对？对，在这边。对。啊，你说有很多人在看的时候，是很多人是聚集在哪里？从这边呢围过去到和平岛那边呢，吼，很久了，到就还有是中正路那边我下面嘛，还有八斗子那边，哦，那时候我在告诉他们有多少人都在那边，那时候人呢，有时候也有。那袁志明啊，哦，那时候渔业景气很多嘛，很好嘛。检查哨那边你们被拦下来之后呢，就没有靠岸了嘛？就靠在那里面，把整车都带走。那你们被载到哪里去？载到就云栖，到云栖以后就大概三小时以后呢，到四小时。就用车就送到了保安室。那上去保安局了，发生什么代志？该送去倒位嘞？倒一笼嘛。啊！你敢有甲拢恁同款的同船的人关做伙？无。分开我一个。啊！迄阵啊，你甲你关做伙，要够像你敢会记得？纯拢是四个嘛，哦，啊，其他遐个尾啊，毋知几工了后呢，村的船员拢放倒去嘛，哦，村里我一个嘛，哦，村长、副村长啦，啊，搁是大副，这四个乖呢。所以除了恁四个以外，其他的船员伊就先放出来。放对。等于是就无个变作一个案。哎，但是恁四个，因认为较重要，是不是？因为这个问题呢，吼，他开始呢，因这船员呢，因嘛是有一个检测记录嘛，记录做啥？船长啦，副船长啦，吼，啊，这大副这个向船呢，哎，船员切伊安怎呢？伊家己呢？啉酒也好啦，有啥物件也好咧，像种有即罐头啊啥个呢，家己啉，家己食啦。啊，咧中原今仔中原真切伊啦，佮乱讲乱迄落咧，哦。你讲真切啥？迄个大副迄个嘛，大副第四个嘛，我电报员嘛，船长副船长嘛，啊大副迄个嘛。
在切伊，在在讲，伊这伊伊这里安怎安怎安怎。所以第一时间，做做伊就关起来，伊也赶快关起来了。所以第一是伊伊是因为个人代志，个人代志。所以恁第一是恁四个搁叫留落来。哎呀。所以迄阵啊，恁老母应该就知影你捡你啊。嗯，这应该知影。已经呢，对呢，甲家人时阵啊，这个呢。码头呢吼，码头了后呢，大家向阵呢，所谓已经在这个附近的厝的这个呢，朋友啦啥，所有亲戚有捌的毋捌的，都看，那是起码嘛一万人做的，你看啊这啊这去大陆掠去啊这顿来安怎？大家看迄落。哦，真多啦。啊，少。啊！就大家看大陆哇！啊！这落无死，无死落，也增加加载咧。啊！你去学你的时阵，因要求你写什么？啊？问你什么问题？这个。保安局。保安局啊！我去大陆关了迄落嘛。哦，我嘛是爱一定爱资料你这个咧，你这个电报啊，这。原始的资料都放在倒位，啊要用安怎？新闻迄阵啊，你敢有去互星球？敢有去？星球无，甲伊啊。安怎？迄落啊，用电灯啊，个那个。无爱互你困。我甲咧迄底，哦，啊尾个就是讲到美军顾问团的吼。哦，啊，就第三次四百，我咪第三次啊，当时用车啦，在美军顾问团呢，哦，去呢，啊，就离路咯，离路咯，啊，咱才有翻译的嘛吼，我啊，这问我，哦，来看我呢，我在大陆转来的情形啦，啊，要看我大陆呢，军工偌济啦，有啥物件，还是迄。我们那点没点门样，希望为你家问出话。对啦，看台中问即卖现况是安怎？哎啦，啊，拄仔开始是真迄落嘛，蛋糕啦，哦，咖啡啊，哦，都那个改迄落啦。我够我咧食蛋糕甲咖啡啊。哎，对啊。啊，就是想要为你家问出来。讲到底，你代表看到啥物？哎呀，算嘛吼。判决书顶边写讲吼，你伫咧去教会吼俘虏的时阵参加。因办的座谈会跟欢送会啦，嗯，啊，你有发表赞扬匪帮的政治优良的言论啊，然后，另外你个有讲希望早日解放台湾，我们在台湾等候的言论，你敢有讲？这应该有讲。你伫咧迄阵，伫咧伊听。对，座谈会啦，对啦。啊，你迄阵啊讲是因为是敢是叫逼的？无逼。无逼。无逼。所以你迄阵啊，对你接触到的遮个大陆的军方啊，甲共产党，你印象是安怎？都很好啦，嗯，不会啦。甲国民党较早教育界迄无共款咯。完全变啦。完全变啦。台湾的判决书顶关是别人讲出来的，你家己敢有承认，还是别人讲出来？应该是别人讲出来。判决了，发现你家己去予判，爱感化三年，关三年啊！你有啥物感觉？你敢会感觉做怨叹？也没有什么怨叹。你敢有想到你有可能会去予判？无判以前许，不知道。你认为伊可能无代志？应该是无啥代志嘛，原来就是安尼安尼嘛。啊，但是呢，吼、哦，我咧伫只保安处的时呢，哦，有一个这个调务啊嘛，
我就一房嘛吼，伊嘛做迄日在，有哪共房嘛，哦，有哪都一房啊。哎呦，你个，哦，伊那这大料倒来安怎？哦，啊，大料啊，这真好哦，啥？哦，我问甲足侪啦吼。所以你有发现伊是伫？对。真侪问，啊，搁问东问西，暗时啊，搁啊，安怎？你甲恁套话了，对。对啊，套到尾啊了后呢，伊就出，伊就挂去。喂，迄个叫伊落。有这招诶。哎。小贝，这张照片是在哪里照的？是在深教所照的。深教所照的，所以这边是你啊？另外三个你认得吗？这个陈文植。那你们是同案吗？嗯，不同案，都不同案，对。那现在话是5年或是6年了。你有没有在牢里面经历过有人被拖出去就没有再回来过，或者是说有人就是被枪毙啊这些的？有。可不可以跟我们说一下你的印象？这我们就知道被哪一个人呢？哦。半夜呢，被知道怎么样呢？他每次说哦，这我说什么哦，就这样，没办法了，他都走了，就这样。还有一个是台大的，要叫我就微积分的，哦，他说。你数学程度怎么是很好的哦？有机会我叫你，你把这个数字从家里给寄过来了，哦，寄过来以后呢，没多久了，他就枪毙了。你记得他的名字吗？现在记不得了，是有。他是五年的，哦，那个这个蒋介石啊。把这判决书拿去看呢、啊，查看一看就查一查，知道，那就没有希望，等就死好了。那这一章呢，可以跟我们讲，这张是他写说换回来的，对，生产教育实验所，就生教所嘛，生教所对，捷讯证明，所以是说你是从民国49年的4月13，一直到52年的2月27。对。4年之后呢？出来之后你在干嘛？当过兵当2年。在哪里？在台中。为了呢，是向这个人，向呢督察呢申请呢，给我呢，回了这个报员。恢复报员工作了。那最后从头到尾加起来，你继续当这个电报员、报务员，大概继续做了多久？大概7-8年左右。那后来为什么不当？就下来做渔商啊。因为呢，那渔船呢、啊，风险很大。哦。有时候有的船都碰下去会碰到了，但是没很危险的。以后呢，就以前就可就把它改成这个，改在做其他的工作。所以是你们去批发渔货来吗？不是，我们全部的。你家阵啊出港去吼，啊所有的货色，伊拢总吃开，啊然后就是各类的产品吼，有各类的商人、批发商会来，会来买，就是安尼嘿。伊规只阵啊，有大虾，有白鲳，有杂啊吼。啊，有好鱼啊，有歹鱼啊，就对啦。啊，就是有遐贩仔卡会来批货啦。
所以等一下有点像是你们是大批发商。对对对。然后你们把船整个船的全买下来之后，然后再渔获全吃下来，然后再卖出去啦。有那个批发商嘛？啊，伊拄啊起来吼，也、啊、要头家兼新楼啊，啊伊送迄箱啊，迄落啥鱼啊，规箱啊好诶，车顶啊，对无？啊啊，向阵拄啊起来做，有影真辛苦啦，做甲脊椎嘛受伤咧，嘛脊椎嘛去开刀咧。因为你电报员吼，你敢若王爷咧，人总铺着三顿倒来款咧来你诶迄落。迄落报务室，互你食，你也免做粗重的，也免去甲人练鱼啊。啊，从往来就毋捌做这粗重的，啊，你落船落吼，就是爱头家兼新落。向船拄啊起来做，也毋知要做好啊，做歹啦，你嘛是爱，啊，本钱嘛足粗的呢，对无？啊，搁饲某饲囝，啊，搁一家遐家呢，都在看他呢。我公司我是当那个指导员，就教导那个刺绣的嘛吼，就伊个公司有外包的，啊，阮着爱出去外包的厂吼去人教，外包的主办单位也叫一票人来学，啊，我着是专门去教因的，啊，教因你迄个主办单位甲我介绍的，啊，我迄个主办单位的姐姐。在新庄，姐姐的女儿嫁人，女婿那个先生就是她同学，也是政治的，啊，就是一线牵就四个介绍人。我们交往也没有多久，差不多有一年多吧。我爸爸一直反对说，啊，你也知影，庄稼人拢嘛讲爱探听啊，嫁娶拢嘛爱探听啊，门风爱小探听一下啊。啊，咱都无当探听遐连横，伊讲啊，一逝路，直接去到家人，啊，咱也无亲无戚啊，你话嘛，也毋知嫌嘛好啊，啊，你要嫁到啊远安尼啦吼，啊，我就想讲，我看他还是蛮会照顾我的啦，哦，在之前的同学之间跟同事之间吼，我们的交往，我觉得他是蛮体贴的啦，蛮有那个。家庭的责任感啦，有被感动到？嘿，我是真的是安尼啦，啊，向阵戆二十外岁啊，尔戆啊。那阿姨，你是到什么时候才知道他的事情？就是感化这件事。结婚之后哈，慢慢好像有听他在跟朋友讲啊，那个囝都生落啊，你后悔是有孝呢啊。你被感化出来之后，有没有说一定都要去派出所报到？还是说有没有人会固定监视你？有，会有人监视。大概是怎么样？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吗？我在鱼市场那边呢，有个特务啦。他说这些，他说你这个有问题，怎么说？我说我有什么大问题？我说你我现在啊，都没有饭吃了，都要跳海了，哦，你这样呢，哦，我就告你们。鱼市场哦，五行六色的人都有哦，有时候嘛是爱嫩嘛是爱硬安尼啦。你袂使拢全软，那嘛是甲你伫咧压落底呢。哎，真正迄鱼市场真的也是很黑的一个场所呢。他们有这个黑道啊，问我是什么问题，我就跟他讲了，我是政治犯抓起来的，哦，这样我们都不知道啊。他是真正的，是真的嘛？
他们都很惶恐，也那都是这样不可以了，给他更有几个黑道的讲起来，所以呢，一传这一有些人传起来就说，哦，是就说，哦，这个不生动的呢，哦，哦，啥子问题哦，跟他解决嘛。 然后他们就知道这件事情，就知道你是以前有被抓过，对，然后就开玩笑都会叫你共产党，共产党都是工人都嘞，都工人在讲呢。所以那些工人叫你共产党，其实是有点轻轻轻昵的叫法，就对，对，不是在批评你就对，没有没有。那你听了之后感觉怎么样啊？人家这样很好啊，他的习惯了，找共产党就知道了。张仪，春季扫墓，追思祭文。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难友同志与家属们，以及关心白色恐怖历史正义的朋友们，那你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跟互助会的这些人、其他的老同学开始比较有交集？从那时候回来，就跟互助会的联络了，就是你说跟那些老同学有联络。对，那比较你跟你比较熟的有哪几个？哪几位？最早这个是陈介的，他是这个人，他是报员的，他是这个电信局的报员的。我也是在打电报的，他在打电报，在电信局被电报，他帮很多同学，很多啊。他那时候做得很好，就做煤矿工董事长嘛。就是说王文山他们以前呢，还有是林金木、彭金木啊，哦，他们都在那边卖那个拖为了疙瘩。那他们这边还没。那个吴聪明啊，是啊。那你为什么会想要去参加互助会？那互助会是我们的人嘛。是自己的人就对了。对。我们的会啦，是我意思的是讲，互助会是我们的会啦，我们这些老同学。冬天有凄凉的风，却是春天的摇篮。从大陆回来以后，我认定我就是共产党的。所以是，就是说呢，到大陆以后呢，到大陆以后呢，看了这边的杀的，就那样，我还有几个人去枪毙的。我就认定就是共产党。